谢谢大家的观赏。接着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很特殊的节目，为您邀请到这位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位巨星，在中视每一部连续剧都非常的轰动，今天带来一连串台语主题，我们掌声欢迎李乐小姐出场。小姐，今天非常有这个荣幸啊，跟您一块这个共进晚餐。这个我平常私生活相当的检点哦，是个有为大家公认的年轻人哦。我是第一次结交女友，嗯，像您那么样的身份，那么样高雅的气质，我不可能带您到路边摊随便吃吃。哦，我们找一家
也不能算是最昂贵，但是我们国内最高级的西餐厅共进晚餐，你看如何？好啊，我有这个荣幸吗？看在你的诚意的份上，我接受你的邀请。谢谢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走吧。哎，老板娘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是喝一行呀。来。今天个炒鸡来哦。什么叫做炒鸡啦？这是我的女朋友，中国电视公司当家的花旦。哇哈，李烈小姐。哎，我知道她是电视明星李烈。小姐你好。哎呀，太欣赏你了，你在电视好漂亮。谢谢。我是你忠实的影迷啊。真的。今天你跟我们贺先生来啊。对。哎呀，真是好难得啊，难得。他是我的老顾客。因为这个家父呢，是我们台湾这个黄金工会的理事长。家母呢是我们珠宝，这个鉴赏工会的常务董事。他呢不错也是一位这个有钱的一位这个老板娘，不敢当，所以经常这个光顾我们家的什么黄金啊，什么珠宝之类的。您先等一下。你也大概拢安尼坐起来来滴。大概来弄啊，大概他们身体啊，人都叫你看哪里啊？我是为你好啦，你啊。好，我今天一定会好好的给你捧，给你捧场。他点啊点菜的时阵啊，超过3000块以上。哦，老规矩，我知啦。我不晓得这个李小姐，您喜欢吃法国餐呢，还是要西餐？哎，这是我们的菜单呢、您过目一下，参考一下。我喜欢吃神户牛排。神户牛排，李小姐，您真是好眼光，真是有口福了。一袋要几块啊？3000块。老朋友，最近卖价啊。我是多少3000呢？好来。李小姐，那就给你来一客神户牛排喽。等一下，贺先生，你吃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是这个做黄金买卖，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黄金的这个圈子里面呢，有一句俗话就是，黄金不吃牛啊，吃牛就不得金。我不要啊，我吃过了。可是在这个西餐厅，你看气氛这么好，老板娘的招待这么亲切。是。你不吃一克，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好，那再加一克，对不对？对，再来一克神户牛排。两克，两克神户牛排。马上。哎呀，糟糕了！怎么了？现在这个时间，我不打个电话还不行。这个我必须要跟我家里交代一下。万一有什么国外的什么 LC 来的话，我一定要跟他们。LC 是吧？我知道，信用状。有什么这个 case 我要交代一下。好，马上来好不好？我打个电话。那个牛排啊，两克。好了，安内都好哈，安内都好。你要卡好我存安内年，等我，我啊。我猜。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啊，对，所以说您大概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有一道招牌菜呢，值得特别为您推荐。什么招牌菜？您刚吃这个神户牛排是不错，可是这道菜呢是在西餐厅啊一般都很普通。我们这家餐厅的招牌菜呢，就是一道非常丰盛、非常特别的海陆大餐。海陆大餐，那也可以试试看嘛，哈。对。你要试试看是不是？好，等贺先生回来的时候再说哈。好，好不好？他回来了。我就说了，这奇怪了，什么事情一定要我亲自来处理？太什么玩意儿？你回来了。我想这样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吃完饭以后啊，我们去赶一场电影好不好？赶电影是吧？对，你看下场电影几点钟？
哎，你手表呢？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先生呢，他的表不准，找我那个劳力士跟他对一下时间，拿走了，没还我呢。啊？没还你，你就让他拿走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关系？劳力士俗称昂琴嘛，昂琴算什么？我家螃蟹还多得很呢啊！哎呀，刚才啊，老板娘介绍，她说他们这里的招牌菜是海陆大餐，我想也点一颗来尝一尝，好不好？你点了吗？我等你回来告诉你啊，你点一颗，我点一颗嘛。点了是吧？要吃两个人一起吃，对啊。点了两颗是吧？对。啊！臭卡村里，我跟你讲，我存偌济钱，你唔知呀就啊？唔是啦，不要紧啦，这摆吼，我会跟你拍算较拍济啦。我比我多提有条呢，你讲你是不？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你喊那抓明星来对无？迄落海陆大餐一克偌济？哦，无贵啦，一克嘛是3000啦。恁家是咧抢价就啊？我你啊，到底嘛？哎，哈哈哈哈哈！海陆大餐，哎，海陆大，现在几点了？哦，7:30。我的黄金啊，拖花莲轮现在刚刚进港。哦，我赶快联络一下。哦，要不然的话，万一被什么这个什么打劫的话呢，我损失可能要6000万台币。哦，那你赶快去打电话。我打个电话啊。好。你这个海陆大餐啊。哎等会儿啊。哎呀。柯先生真对你太好了，对啊、他从来没有对小姐这么大方过哎，您是第一个哦，很斯文。老板娘啊，吃那么好的牛排，还那么好的海陆大餐，气氛又这么好，总是要配点美酒吧？内行，我喜欢，好听。我知道，你要喝酒是不是？对。可是吼，我们这边虽然是西餐厅了，可是。我们一向是推行爱用国货啦，所以我们这边只供应这个米酒啦，还有这个红露啦、绍兴啦，你要不要？这不是完全破坏气氛了吗？哦，你也讲究气氛啊？对啊，好听。你吃西餐当然要讲究气氛啦。你们这里有什么最好的 cognac？ 你把它拿来。哦，这个酒啊，哎呀，行家，我告诉你。我们这个别的不说啊，就是 cognac number one。number one。可是呢，很贵的耶。贺先生不在乎，他做生意都。你回来啦？这个电话一通啊，心情就好多了。啊、哦，6000多万。真的、啊？恭喜你了。贺一航。他们这里冷气好冷哦，你西装外套借我披一下。哎呀，这。哎，西装呢？哎，刚才碰到个乞丐，这个我们做人啊要有同情心。哦，天寒地冻，这个穿的这个破衣服啊，这个我觉得蛮可怜的。我西装送他，我说送啊，送西装没什么了不起，我连皮鞋都给他了。啊，哇，哎，真是啊，你好慷慨哦。啊，我是问他内裤穿几号，他是 L 的，那就没有办法，要不然我内裤都给。哎，这个没什么。做人真好哎。做人就是要厚道，哎，宁可自己感冒，不可让人家呢这个流落异乡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小姐，那您那个 cognac 是要好啊，先上来啊，上来了。对。cognac。哎，他又怎么了？啊，哎，我怎么把这个提过来了？这个拿皮箱拿惯了。你多少公斤没 ？cognac。孔尼亚克是什么味？那法国总统有无？哎，常常在啉的。你袂当我要喝黄啊啉的就好。无，我呢，迄较早迄新闻顶来拢关了了啊。啊，今麦都存的孔尼亚克啊，无人有在调啉的啊。迄开一罐偌济？迄贵啦。哦。迄罐头来3万。3万咯、啊？明年啊，今麦这个时间我去卖花嘛卖付啊。我都会点着啊。啊，哎，真是啊！康尼亚克，就是康尼亚克嘛。我在德国经常喝，这个酒好，开胃，开鼻嘛。
台话叫开鼻，哎，哎，妈了个开鼻的，好好好，好饿，哎，这个，哎，今天是几号？哦，你好像还有个电话呀，对不对？你忘了？你怎么不提醒我呢？阿拉伯那个邮丢哦，一口油井要送给你呀、啊。哦，你赶快打电话去、啊。还好，那个油没什么了，没油我干嘛用了？哎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马上就回来。嗯，慢慢等。哇，他认识的人还真多哎。多啊。哦，阿拉伯人他都认识哦。对啊。还送他油井哦？对呀、啊。不，我第一次听说阿拉伯人的油井是产煤油的、哦。来啊来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啊，这个我是一个爱好运动者。哦。王汉跟我是同班同学。他跨越那个叫什么什么海峡？荷姆斯海峡。英吉利海峡。我以前是跨越巴士海峡。所以才有巴斯墨水的，哎哎，我游泳刚回来，顺便游了一下。游泳你不换衣服的？这样就可以了，很好嘛，很好。哎哎哎哎哎，老黑啊，当铺的老板你来干什么呢？你安尼跳过？哎哎啊，哎你讲。你去甲秀珠啊，因老母迄很老啊，啊钱安尼欠到规个，啊你硬去甲拐出来啊，啊你腰受骨啦，恁爸爸就讲你就伊啊。是啦，我来讲好讲这物件，我三工来退转去，但是。唔是啊，你硬借嘛，唔茫借这类型的啊，你安尼，迄老大人你安尼骗蒙骗，啊含迄老大人啊咧，哎啊你咧你也伫遮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哎、欸。我都有代志啦，一个好人啦。哦。啊，秀珠啊，因老母啊，迄老啊，啊六七十岁啊，欠一挂现金，表啊，拢甲借伊啦。哎、欸欸，这不是你刚刚说什么给乞丐给这个？哎、欸，我爸爸就是乞丐，真的。哎，真是。他每次啊，来我们店里吃东西啊，都是会带小姐，每次带小姐都会这个样子啦。哦，伊逐摆拢带查某来，惯习啊啦，啊拢做盘啊，啊这拢起长啊，你话。你啊靠啊，好一样，你安尼骗嘛骗一个别人，你骗你咧。不是啦，我是讲奇怪，我顶摆带金兵都袂开遐济啊，我带这个开遐济来。你带素珠啊，带来开遐济，伊大饼的。哦。咱这拢同行的，对不？你咧担咱歌单、乐团，做人也袂歹，真好气，对不对？啊！你请嘛，唔忙请啊，这类型的，别话等于，也得学做。所以咱人哦，我爱讲实在，咱请有一个限度，择家己的开，唔忙想操蛋。这就是学做模样，互咱看卖。啊，鬼啊，阳春面倒好啊，对不？人二礼若有假的对不？我带来，无得个拢免白，对不？佮兼叫便当来，人伊嘛速甲变变叫。好了好了，退啦退啦。你啊，较好嘞，即有法度通当去食神户，或者啥神户牛排。恁爸食到这团，你也毋捌听到啥物神户牛排？啊，够啦 ，cognac。啥物货 ？cognac。cognac 是啥物货？酒啦。酒或者 cognac。cognac 就是即卖最新流行这个打那个登革热的 DDT 啦。有啦。你啊靠！你乌白甲恁爸装笑，恁爸俩就讲真正的呢。好了好了，他们是跟你开玩笑了。你咧吼，你娘的靠！你起码是雄心相公的。到底那两句是对一句赞的？伊会掉的。你娘靠你！啊，他们两个真的刚才讲那一句，我真的听不懂。嗯。你这样听得懂吗？刚那个就是一个酒啊。哦，这是一个酒。对啊。那喝洋说在。那转滴滴梯一种诶，骗你的，我在骗你，安尼唔正经，所以你要注意，他连讲话就会骗人呐、啊，哦，要特别小心呐、啊。好，我相信你是不会中在这个男人的诡计上的、啊。好，你自己是有一套了，你是学问很高的人呐、啊，不会随便的哈。谢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型的节目，我也很高兴来。
最后再带来什么好听的歌啊？一首很轻快的老歌《红花襟上插》。红花襟上插，红花襟上插。襟是哪里的襟？就是衣襟的襟。衣哦。加了。加。啊。这里是胸部呢。西的。这边啊，哦，这是红花在这里吗？哦，这里不是我卫生组呢。我是用卫生纸来放的哦，拿一条筋啊来这插来就对了。哦，含这后歌我唔知啦。好，我们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。鲜花开满了花架，为什么你不喜欢它？为什么你不摘下一朵红花襟上插？我不是你害怕，只怕刺儿把你扎。一阵阵花香吹来，就为了你留心它，留心。谢谢李队，也谢谢舞蹈局，谢谢各位的欣赏。我们今天晚间最后一场的节目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捧场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